好，再来看到是最近网络上有个名叫麦克丹尼尔的女 model，讨论度相当高，因为她拥有一对超级迷人一蓝一黄的双眼，这是相当罕见。其实这双眼不同色，在医学上称作虹膜异色症，又人俗称是阴阳眼。麦克丹尼尔这一蓝一黄眼睛更成为最棒的招牌。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，不少人都会盯着她的眼睛看上一段时间。再加上呢，她是女 model，从头到脚都有完美比例，所以现在她在模特圈已经成功打响了知名度。